前两天呢，逛直播间，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，而且我还发现了我想要的昂斯诺锦。这是一颗糖心的纯爱，又大又周正，然后它是 2.9 的快乐。这颗就是昂斯诺锦啦， 12.8 已经降价好多啦。夏天那会儿呢，我被种草啦，是因为小周的视频，他买了超级多的昂斯诺锦，太仙气了。现在是终于熬到它降价了，所以我立马入了一颗。这一颗呢是蔷薇锦，也才 3.8， 他家的那个双头呢也才 4.8， 但是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个背靠背啊，上盆实在是太难了，所以我还是拍了一个单头的。这次选了好多锦啊，这一颗呢也是被我熬到降价的乒乓扶娘锦，它才 9.9， 虽然状态差了些啊，但是我们有一些经验的，想把它养漂亮呢真的是一点都不难，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。然后这一颗呢 7.7， 别觉得它难看啊，因为它是珍妮系列的，也是一直我想拥有的，是星星珍妮，它是既可以养出珍妮心儿，又可以养出糖心儿的，所以真的会非常好看。这一颗呢是 1.9 的韩版蓝龙，其实在我室内阳台养这种的呢不太合适啊，所以这一颗以后我是准备拿去露台的，把它养得大一点，霸气一点。 1.9 呢买个小苗也要这样的价格啦。这一盆 5.8 粉粉的也很好看，它是一个粉珍妮，应该是不火的珍妮，所以价格比较便宜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养出来应该颜值很高，你看它现在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糖心的感觉，捡漏带来的幸福感也是蛮好的啊，既便宜呢状态又好，也节省了我们辛辛苦苦去养护的一些时间。好了，不聊了，我要去给它们脱土了。